童星出道的关晓彤，至于第一名成绩考入了北影后就火候全开，不管去到哪里都是话题度满满。5月20日，国民闺女关晓彤现身戛纳国际电影节品牌晚会，一袭粉嫩的立体花卉宅地长裙，搭配水晶耳环，整个人看起来 bling bling 的，整体造型十分的惊艳，备受好评。有评论称她的衣品价值就是开挂了，她舍弃了惯常的小可爱风格，而是展示了大气优雅的一面。尽管两次走红毯的晚礼裙风格很相似，脸色也都很清雅，但却也挑不出什么毛病，还是可圈可点的。出席该晚宴的有十多名流巨星，不过最亮眼的还是一众实力派小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和关晓彤年纪相仿的艾莉范玲也出席了本次活动。此次艾莉范玲之所以出席戛纳电影节，是因为她是此次电影节的评委之一。两位东西方小仙女虽然年纪相仿，经历相似，但呈现出的气质却是很不同。关晓彤的瓜子脸有种小家碧玉之美，看上去机灵却又让人觉得她需要被保护，而方敏的艾莉线条就比较硬朗了，给人一种自己可以解决一切的感觉，这可能也是东西方美女的不同吧。